欢迎收看《波说看农仔》，记得订阅哦。今天是一个艳阳高照的好天气，欢迎来到台中的小鹿乱撞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这片山哈，这里就是知名的红衣小女孩景点。真的吗？红衣小女孩那个出没那个走道有没有？听说是在那个位置吧？现在是在说真的还是假的啊？当然是假的啊！哦，北狗不是，但我是说这边有一个名称你没讲出来，旧雅歌花园。讲到雅歌花园四个字，怎样？不知道怎样。雅歌花园怎么了？雅歌花园很好玩。是鬼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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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但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今天来到这个地方，它叫做小鹿乱撞。大家先看这里，这一台一台破车啊！渣男来这边可以干嘛？可以砸车。大家是不是压力很大？你很大，是不是很想发泄？排卵。我刚刚才在车上跟海莉吵架。砸，踹他。其实是我这个国中同学他们拍的一个地方嘛，对，他的目的就是为让大家抒压的。好，来，出来干嘛啦？哈，你今晚要你好好说好不好？没基本想到哈，哎，都在搞巴拉巴西波啦！哈，哦哦哦，哈哈，教练还没讲这边怎么玩呢，我怎么知道怎么玩？好，来，我们有请教练来，速度老师，我们号称大家好，你好你好，速度第一的这位速度先生呢，是我的我同学的弟弟，他是这里的教练，那也算是这里的负责人，对不对？是，没错。速度教练，这一区的话是什么？这区的话就是我们的砸车场，安全砸车场，我们都会带护具。哼，对，然后、所以刚刚这样子其实是不行，所以我没有砸车，你有发现我很小心啊？对，我很小心。对 对, 對。所以来这边玩的话，基本的安全装备都会有啦。对，没有错。手套、护目镜、安全帽，所以真的可以砸、可以敲都没问题。没错没错，我们这都是私人的土地、私人场地，然后来做这个安全的舒压这样子。除了可以玩砸车之外，还可以有一个甩尾的，因为他们在后轮做了一个特殊的装置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到下一区再讲上装备。哇，你现在是那个小丑女哦、喔，自以为小丑女，看到没有？渣男啊，好戏啊，干！滑，差点滑一个死掉、欸。你在、欸？你给我注意一点哦！你前面那个9527，为什么你要过来的时候你是不会打方向灯？是不是？你这个臭三宝！阿力，阿力，臭酸民，走开！好玩哦！你哎，小杂波啊！啊，好累哦，我减肥。你现在是怎样？你要打我是不是？你要，你要，咱来讲。那个9527，你那个车子不好好开，塞拉影。9527五啊，给不？你927啊，都大还没注意一下啦。啊，搁有啊，恁这。塞车哦、喔，红红灯都会提早打，不要转弯才打，是在打什么东西呢？打自己良心过得去的，是不是？啊！打到你转弯，打到你爸爸叫妈妈，不要在那边到了红绿灯当下打一秒钟，打一秒钟转，转个屁呀、啊！方向灯在这里，打方向灯，打方向灯，方向灯，方向灯，方向灯会不会打？好呀！我、哦、好累哦！啊，好不好玩？好玩，好玩，好玩，哎，蛮、欸、爽的，其实蛮安全的啊。如果你有戴护目镜啊，有戴眼镜，有戴手套，尽量穿长袖啊，对啦，不要短袖。走，我们去漂移。行进间，慢慢的速度大概20左右，就是方向盘转。他这样就在甩尾了，然后我手也没有抓。我好晕了，不行了。哎、欸，就这样啊、喔！对，就这样就甩尾，所以你也会，你再试一次，你再甩一次。方向盘大概转一半，时速不要20，我们只说方向盘转一半，我们这次降到15就好，15，15，转一下，转一下，刚刚在甩尾，哎，我一次，然后再换另外一边，我好晕哦！你玩完了？我玩完了，我自己去兜风。那、啊、你会不会？有在听欸，欸
确定欸。哇哦，这个刚考到驾照就在给他欧北赛。哎，不是啦，没有啊。我只会左边。哎，怎么会只有左边？哦。那你算试试看右边。哇、哎，好棒啊！好玩呢、欸，有一种，觉得自己很帅哎、欸。那我不知道我的刚刚表情在这里会怎么样。你觉得他刚刚这样子几分？87分，不能再高。开车起来稳稳静静的、欸，甩下去，哇，吓到！会甩尾的女人。还要掰呢，来换你，我帮你戴安全帽。好，我是会甩人的男人。你要甩我？哇，这也太……各位，这就是我跟董仔开车的时候会遇到的问题。来，一进来，我的大腿就先磨到，然后我的身体变这样，膝盖，然后我直接进来变成。来哦，给你一个绕场哦。小姐，要不要上车带你出去玩？你长这样，我不要。哇！等一下呢？对，我们两个就要来 PK 了。我们进行一个 PK 赛，就是甩尾的方式，然后撞吗？对，我们两个要互撞，然后要看谁先把对方的气球撞破。那要不要计时时间？时间到就要停止啊。那多久？五分钟。三分钟应该差不多吧。OK， 好不好？几分钟？再一次。我是说五分钟，那你又说三分钟，你现在又问我几分钟？三分钟。这女人到底是我有时候哦，我实在是哦，好了，我等一下撞爆你的气球，是我捏爆你的蛋吧？晚上要给你好看，是谁给谁好看不知道吧，好不好？我怎么都没了、啊、然后我撸你，我反而就掉光。对啊，哎，他撞到他是会弹开的，会弹开、啊。但我刚刚去撸到我的膝盖。哎，还是要穿那个长裤跟长袖比较安全。对，要穿长裤。好玩吗？好玩啊！今天直接舒压，哎，舒压一整天，晚上泡温泉耶。然后好玩，好玩。累，我跟你说，来这边哈，直接舒压我。哎、欸，有什么好生气的？人生不就这样子吗？豁然开朗啦、啊！豁然开朗、啊，爽一爽啊！尾巴甩一甩啊！对啊，奶泡打起来啊！其实这边蛮安全的啦，就蛮舒服的。老同学，国中同学来这边经营一个赛车的漂移的，让大家一般民众都可以来体验的一个地方。对，是真的可以来玩的哦。然后整场下来基本上就是爽、舒压，
很爱这边想耍帅的，来这边想怎么耍就怎么耍，只要上网搜寻小鹿乱撞。喜欢这支影片一样要帮我分享我的影片哦，我们赶快朝10万订阅前进！耶！要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追踪我们的 Facebook 以及 Instagram， 拜拜！拜拜！等一下我就要这样子了，跟电影情节，你最爱的电影情节来了。行了，行了，哦。啊，这样子啊，绕着啊，又绕苦了。哦，给你名片。好玩。